好，下面这我要写的这个这一则公案，就是霍安禅师，他对他的徒弟设了一个公案，说西天福子为什么没有福兮？哦，所以叫做他的公案就是福子无兮，为什么？好，那我们在理性里面是长满福子，达摩是长满福子，他问他的徒弟为什么达摩没有福子？你看他参这个公案这样子。霍安禅师说：“西天达摩福子为什么没有呼吸？”他设了这个公案啊。这个公案无门会开就说了，你要参这个公案哦，参西实实在在的参，你要去悟这个公案呢，也要实实在在的去悟。这个福子只需参
亲见一回使得，就是你要参这个胡使，为什么没有胡须，一定要亲自去见，不能用想的，没有去见哦，是参不透的哦。如果说你说要亲见啊，早就不对了。吃人的面前哦，不可以说梦。胡子没有胡须哦，再聪明的人哦，他听了也哦，也会更加的懵懂，更加不懂。